大家好，我是悠悠。有位歌友也想看这个台歌，他以为这个台歌已经逃笼了呢，没有逃笼，他一直都在这个歌舍里面。这是我那一个兄弟拿过来，留着在我这边育种的，还没有育种，他怎么可以逃走呢？就因为我这边信鸽太多了吧，没时间拍它。有的时候都在一起吃食的时候，即使我拍了它，你们也看不出来，因为要看脚环才看得出来。这个就是台鸽的脚环，和这个大陆的脚环基本上没有啥区别。它就是脚环上面画了一个图案，就是鸽子的图案。正在换羽毛，换完羽毛是很标志的这个鸽子，叫得不得了。但它的眼山也是很漂亮的。爱你我已不再是幼稚的少年，你离开以后，今天这一期我们就给他写真，都拍他了。其实这一台鸽是很小的，不是它的年龄很小，是它的体型很小，拿在手里就像一个梨形的那一种。在我这边基本上也差不多熟悉环境了，就等配对了，到时候给他选一个好老公，看出对鸽子飞得怎么样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有喜欢悠悠的视频的歌友，请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拜拜。